香港派人杀了我家王爷，请镇东王为王爷报仇，上官家的军队必悉听调遣。 将山，金德，你得早有觊觎皇位，存有一心，要造反。为什么会有一心？你还不清楚吗？当年他秦德一家和美，若不是你害死秦家王妃，岂会让他有此心？自今日起，一切要事由我亲自决断。你给我好好反省。 放下！等等，他给我留下！啊！陛下！陛下！好一个秦家！ 看穿了我项家与上官家的里应外合之计，还和穆家如法炮制反将我项家一军，妄图倾覆我项家江山，还得问问我答不答应。多谢五兄相助，待事成之后，我必会将达到元婴期的经验传授给你。此事不急，给些猎虎军。 正好告知师弟五行的在天之灵，这就是秦家最精锐的烈火军。
外武德河那来历不明的高手偷袭我军，您怎么还能气定神闲的稳了我？那是项央，项皇之子，最优秀的项家子弟。当年项皇战死，是他成就了楚王朝。该来的总会来的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就是万全之策。王爷，徐元愿听候差遣。此事必须我亲自去了解。若是我没有回来，你就打开锦盒，遵照我写的去做。修炼成果就好了。小黑别闹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不知道父王最近如何？他们一定以为我死了。大哥，不知道他们见到你会是什么表情？已经开战了，小小的麻利点，王爷还等着我们上前线呢。是是。有敌机，难道是三殿下？三殿下，真的是你吗？你明明就已经……黑叔，是不是已经开战了？父王呢？大哥二哥他们又在哪？王爷几个月前就已经对项家发动战争了，如今也在镇北郡前线了。三殿下请先稍事休息，我立刻派人将喜讯禀报陛下。我立刻去找父王。三殿下，秦德见过项央前辈。秦德果然是个人物，怪不得能够短时间就占据了楚王朝大半地盘。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猜得到我来这里为什么。项央前辈总不会是为了自家？秦德，现在就退兵，我既往不咎，秦家依旧是我项。